大家好，我是野光。割好的小麦在地里晒了几天，今天要收去打麦子了。我家这麦田不通车路，只能挑出去，再用三轮车拉去打麦子。我家有几片麦地，今年麦子大丰收。15年结婚到现在已经9年了，当时条件不好，没有给媳妇买戒指，希望今年挣到钱给她补上。待会用三轮车把麦子拉到我们村一个老人家，把麦秆给他喂牛，他免费帮我打麦子。给他装满一车再拉走。子兰，你们来了。我们来帮你去啥？子兰，等挣点买卖么子，我买个真戒指给你。哎呀，我还是留了个包包才蛮好啊。口才，你早点问，妈妈去帮爸爸拴么子。干么事？妈妈来拦你了，不去。别管我们去山拦我，还夸么子啊？夸哪子呢？时光挂在老树梢，红砖回望爱笑的方岗，故事结满篱笆桥。子奶在啦，好啦，回家啦。如水一样啊，我选伴着温柔的。子兰，你打包包会给老虎当么子啊？小雨下的不停，大雪窗，我会跟着脚印。
他咋当么子啊？天晴后我看见了彩虹。晚上天空中开满了星星，我安静的睡去。 在你的怀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，拜拜。